你们俩都一起玩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他都骑车载我，因为我没驾照。在抒情歌曲，你们以前有唱过哪一首？只有稍微柔一点，但内容还是很脏。很脏的抒情歌。露西派怎么样？露西派熟了，他就回去有传 B 给我听。哦哦哦，但我还没听。不能给你100%的歌声。我叙利亚喧闹的巴拉拉，嘟嘟嘟。但是有，我叙利亚喧闹的巴拉拉，嘟嘟嘟。但是有100%的氛围。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。Chicky 哦，我没有你的消息。我来怒吼一下，你是怎么样了？我们要挑战的是动人抒情歌。什么？好，欢迎我们金耀王还有荔枝。各位大哥大姐，哎呀，你这金耀王，你这个名字取这样子 OK 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没有想过之后如果会被禁，就改叫中药王。不是，对啦，对呀，我们会跟着业配做变化。对，对嘛，你们俩都一起玩嘛，还是怎么样？他都骑车载我，因为我没驾照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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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骑车载你是因为他没汽车，不是因为你没驾照。没啦，他能挑多百，从哪里骑过来？今天，今天坐计程车。吓我！怎么了？要不要跑我？跟没，因为受伤。他们两个应该一看就是要唱一些饶舌。饶舌，对啊。在抒情歌曲，你们以前有唱过哪一首？抒情歌吗？没有，都没有，只有稍微柔一点，但内容还是很脏。柔一点，对，很脏的抒情歌，旋律可能软软的，但内容可能就是你不想听的那种。嗯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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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本色，来的本色，你快进来。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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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的本色，来的本色，你快进来。哎，宪哥，刚刚金耀王用斜眼笑你。没有，那就 OK。他们两个要来干嘛的？要来唱抒情歌，抒情歌，对，要唱抒情歌。我们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唱过抒情歌，今天为了这个节目，我们唱《爱我别走》。没错，哎呦，别走。如果你说这个歌对他们来讲会困难吗？他们两个从讲话的感觉就像，但饶舌不怕走音呐、啊。旋律它有可能是有可能走音，所以这个还要看个人音感，所以我觉得目前我是不是很看好。哦，对，但是宪哥你知道吗？你的儿子跟他们是好朋友。哎，我知道啊，我也叫他们不要跟他们走太近啊。露西派怎么样？露西派熟啦，他上次一个人在东区，然后就一个人在旁边，然后就来跟我们聊天。他问我们要不要唱他做的 B。那他骑摩托车去吗？还坐计程？没有，他是人突然出现这样子。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然后他就说哦，我是露西派。我说哦，我有听我老板讲过。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。他就回去有传 B 给我听。哦哦哦，但我还没听。没有。在爸爸面前给儿子，还没听耶、yeah ，没有，还没听，但是、还没听，会听，要听的啦。我喜欢这个路西派，你竟然在路上搭讪，搭讪人家，你搭讪他们干嘛？而且路西派一名很猪喜的功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没有，哎哎，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哎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好，那我们就爱我别走来给他吃，好，好吧，这个难度很高的哦，两位好好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资本主义，他们根本专攻嘻哈饶舌的超强二人组，以充满辛辣歌词的歌曲让人印象深刻。这样的 rapper 铁汉能完美诠释张震岳的《爱我别走》吗？我是成功的商品，爱爱把你变成我成功的背景。朋友，把右手举起来，借给我们。虽然不能给你100%的歌声，叙利亚喧闹的巴拉拉，但是有100%的氛围，让你感受一下 ，baby。Let's go。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，眼里的寂
寞容易叫人悲伤，我不敢想得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。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地走在冷冷的街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但爱我们，记得别走。Peace。嘿嘿。哇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他们坚持要唱 rap。对社会也是一种贡献。对。来，黄建东老师，刚你这个第一句一出来，你就中弯刀了。对啊，没有啦，有一句话叫做不怕 rapper 有文化，只怕 rapper 唱情歌。因为是说饶舌歌手平常有铁汉的形象，他如果柔情的抒情歌会让少女受不了。那今天他们两个表演是直接打破了这个定律，好不好？所以是会让大家听出来，我觉得是直接打坏了。没错。他唱完怎么大家好像心情变不好？对，我想聊的。讲真话，本来很欢乐了，不会啦，欢乐那个其实很像那个狮子会的餐序啊，有没有？大概八分醉，已经醉了，其实是开心的。站好了，你们自己举好了，好，一二三，请举牌。好，谢谢。爱我逃走，爱我逃走。头有点小晕，但他们老手是。